赵峰嘛，他很喜欢一种跑酷啊、跳跃啊，或是那种像超人或是 Deadpool 那种。导演设计的这个坐在那一根上面也是蛮猛的，在上面就发现哇，刺激！我从幼稚园开始就没守过规矩。我在这部戏的戏名叫做《鸟宴》，其实我觉得我是最能干的。我是一名警察，还是有一些警察的技术的。丁山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低科技发明人，调动气氛的，沉浸在自己的一些发明里面。他解决好晚，都是为了他女朋友 LV 的。LV 这个角色是一个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，非常的专情，也是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角色。他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素人，我们就要找一个很有经验、很帅的一个特工让他们投。Join us, imagine being me one day.She's an incredible fighter, kind of like a spy. 他是很有预备，做很多功课才来现场的人，大家合作起来非常专业。It's got gorgeous people, it's got crazy action, it's hilarious.I think you and your family are gonna love it.